你说。考试现在开始。不是吧？哦，我几个我都不行，一个往后传。是会背什么呀？一二三四五，上开。第一，考生姓名张真远，送你离开马基克啊，丁晨曦，这么高级吗？刘耀儿，耀文耀 ，listen， 严浩翔 ，listen， 贺仙子，我还要念名字？不对呀、啊，我们几个太啊，我们三个太正常了，早说呀、啊，你们不行不行？今天有两位考生，都不是这样更改性文的。考生姓名。念呀，天哪，什么字儿？我也不认得。哎呦，好像是。快点儿。大红八，红八，红八。丁，老八，老八，红八。刘学生，严浩翔，超级无敌宇宙第一帅哥。题选择题，根据真实情况填入正确答案。一是会背吗？三二一，是会被锤吗？扣工资。是会被放出吗？是会被爆出吗？是会被制裁吗？啊！哦，惨惨，我差点就写错了，错掉错掉，有人对吗？是会被制裁？没有，好，全军覆没。哇，被放出，真实水平。第二题。给你什么什么什么这些表演的烽火耶？给你舅舅。Go。舅妈外公这些表演的烽火耶。翔哥控。正确答案是。给你外公舅舅舅妈爷爷。哎，那我。你这个能错啊？啊啊！那全错了。全军覆没。那怎么全错啊？能不能给我？给你外公舅舅舅妈来。这种事情不能被气到，被气到就不能被气到吧？上天了，会变可爱。对，因为你真可爱。讲到真出彩。这是你妈在小马的故事里，啊、是一位十里十天方便吃东西。他说这种事情不能被气到，被气到就不厉害了。啊，你厉害？错误。这样对去是在传奇穿的南极看北极熊的时候，十七年前对角巷。谭奇说爱，谭奇说爱，谭奇说爱。2020年那场雪那场。哎，谭奇说爱，我改了，我改了，改啊！我绝对是对了，所以不对，我吃。来那边的，我现在说话是我说的。上次对视的地方，我觉得还是南极看北极熊。我是说怎么那么熟悉？宋亚先生和这里对决的时候，他说：“我记得我们家对视是在一年前。”什么？请吧，最后一个无人答的。第五题，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虎，一秒挣一万五。刘晨曦，真是脑子不好使。我要穿皮裤，十个圈肯尖。所以正确答案是。啊！这是工作日，你们俩在戏的时候，一二三四五，林立两米五。什么东西？什么鬼？林立两米？哎，我刚刚说了，山哥两米五，全军覆没。下，我差点就写对了。第六题，你老汉儿一个月才赚200块，两万块，三百咱们是算，你妈妈的一半，1200。绝对就我都能对，你这个肯定对，那肯定错。那你找其他的都对呀？对这个，还是这个吗？
这绝对我是不知道答案，我就是理解。我不知道啥，我以为你要跟小虾借一下。我以为这个，而且他准。不要客气。第七，要不你找什么？其他老总借一下。其他老总绝对是你的爆米花借一下。张哥选的是你的爆米花借。对不起，没有。怎么说？知道题答案？这肯定是对的。打枪打习惯了，你写了老总就对了。对呀、啊，你写了老总。哪个没写我？两回对一题。好。嗯，没事。对的，对的。第二题选择题，请根据题目选出正确的选项。对。看什么口味形容张飞？在这儿。A. 巧克力味。B. 蓝莓芝士味。C. 蜂蜜芥末。D. 香蕉牛奶。C. 全是 C。Yes。二，马嘉祺在《恭喜发财》里饰演的角色是 A 三公公 B， 不 B A B 继续的长男孩，然后面不说了，还有月老，月老是哪一个？我记得，我觉得 B 怎么没有爷爷这个 B？ 穿金的姑奶奶三十六穿的比赛起，不穿面容不改。我演的不是小男孩吗？他不是小男孩吗？小男孩没有发现恭喜发财。全军可没有。以下物品中哪一项不属于小马？小马妈妈打小马的工具 ：A. 扫帚 ，B. 电话线 ，C. 不许下，不属于电话线啊，就不属于啊，电话线。B 啊，猜错他选 C， 猜错就是我的问题。是 B 啊 ，C 是慢慢的小，是慢慢小朋友是。我乱选的，其实知道被他锤。我乱写的。撩玩，我选的撩玩，选的排除法，我也是，绝对是我，这道题不是我，吃了撩玩，吃饭吧，小猫是什么？还是你起给自己起的名字？你就吃饭吧，我就吃饭吧，吃饭吧，他必须说铁子啊，我是啥？我都不知道，我聊啥了？嘤，那姑娘呢？嘤，帅帅马，我呢？我呢？我呀，轩轩，我呢？我呢？那个叫什么？我叫啥来着？忘了。叫啥来着？我叫啥来着？不是你忘了？就我都忘了是吗？你好。杨老师被请出新疆的时候正在做什么？吃饭。吃饭。这道题，吃饭。这道题没错，我报了。到。他还是会起的。绝对是到。这才发生的事情。谁是错的？三选二，恭喜你，他选的 C。谁呀？是谁呀？全体没看题。六，这条饮料，这条饮料是酸梅汁的艺名。夏子雨，夏子雨，夏子雨，表示的我错。全是一个麻烦，麻烦。看着外面的下雨天得出来的名字，夏子雨。我来了，恭喜你醒。夏子雨，对呀，这道题呢我错了，我就我选什么？我选的 B。我好像选的是小点点，因为我用过。小点点不是马卡巴卡吗？真是兄弟们，是我在下雨落，这把带你们干嘛？是陈水的马卡巴卡。耶！太牛了！下雨落，牛逼！我邀请。什么？下雨落？那是黄色的加州阳光才是。我在加州阳光下最放肆。立水瓶 plus， 我答六个。第一个被立起来的瓶子是三水器。第。这道题错了，我把那鱼吃了。我当时只说了很久，所以把你吃了。我吃洒水器。我直接错题。这道题聊不聊错了？是不能错的。把下面放到同意。所以是啥呀？不是洒水器。当是 B 吧。这是啥？是洗发水瓶。也是，不是？我们是洗发水瓶子。第一个立起来了，我们组是第一个。一定是洒水器，你们错。不是，我们虽然是第一个立的，但是你们好像试了一下，立成功了。你看我们什么？哎，我们是不是说了一下？我换下一下。那这个瓶子我吃的肯定是不是这个？第八表演课中 ，B 演了九尺冰爬的是第二 B， 第一个 B。下题二错了，我就找猪八戒说说理。下一题，第九演色游戏中上表给自己吃 B。你这道题错了，我把颜色给吃了。骨质，我抄了这么多，其实你还是骨质疏松者，舒适对吧？骨质疏松，骨质疏松者，
骨质疏松，骨质疏松者，骨质疏松者，疏松者，骨质疏松者，疏松，疏松，骨质疏松者，疏松，疏松者，骨质疏松者，骨质疏松者，骨质疏松者。第三大题，第三题问答题，请简单回答以下问题。请简答以下问题：一、全广大的战争，请简述杨茂祥的信封没有被识别出的原因。哈哈哈，问题简单啊，这问题我不知道。纸片信息不明，提示不太明显，因为上面只有香味。提示提示提示不明显，纸片信息不明确。哦，不太大，不太大。哦，为什么？因为本来有香水。香味。那你是错了，那你是提示不够。为什么？那就是提示不明显吗？对啊。那厕所呀、啊，你放在厕所被经过厕所，你在身上喷香水，你去厕所你都闻不到自己身上香味。而且那个、而且我们厕所很臭吗？哦、对啊，你现在只有你现在 diss 我们吗？凯冠哥吧。那我觉得我不知道也很对。那谁？我觉得提示不明显就是很正确的。而且答题你只有一个标准能得一分。对啊，可以对。这道题半对。多选题。半对，这个提出的有问题，我就不对了。半对，这道题十分，我拿九分，因为半对。我能对吗？你这个我不知道了。太傻了。但张元也错了。第二，丁少奇，丁少奇是谁？老李家哥哥的表弟的老婆的爷爷的孙子的姐姐的老公的远房表弟的邻居。我这写的是不知道，我这写的错了。我这写的。SDFJ 是啥 SDFJ 世代分居是谁贺建明我好朋友的好朋友的好朋友的好朋友哎我们俩都很默契啊一看就丑所以问题答案是青少奇是谁青少奇谁是这道题有错哎真的是少奇丁少奇是谁是秦少奇秦少奇是啥秦少奇我知道秦少奇是不是教官说到底半天秦少奇啊和你林青南秦少奇啊教官说秦少奇对啊哦稍微的稍嘛稍学三请写出舞会之前的财富排行呵一个人大于所有人对啊我一口气喝十亿了、啊、反正我就比你有钱就没了那我还是比你有钱的老鸭他叔叔是一秒钟花几百亿几亿美金来的要花个几一百多年才能花到一秒钟烧几亿美金要烧个一百年这样比你钱不一定比你有钱对就是比你有钱我真实的也是比你叫叫吵一下吵一下来吵起来吵起来吵起来是不是我就把你的叫比你有钱再吃一下好这边说他老鸭这边说我觉得谢老板，我这边我就是，那我也说给你，那我也说，我也，这我也，我有钱，那我也，我有钱，我来家，我也，我也，我也，我就是明，我一口气可以喝十亿，我十二亿，哦，你喝什么？我十五亿，我三十亿，六十亿，七十。第四题，看图讲故事，请根据以下图片写一段故事。贺仙子写的故事是今天时代少年团去春游贝东把大家叫过来集合他说小马马刚然在可乐说道他又说小丁小丁扯着面说道他又喊小宋小刘小张只见小宋喝着水小刘在大笑小张张哥正在推销鸭脖一转一急转头回应了他贝总又说小严当时杨浩翔正要去买张志远的鸭脖还以为不能吃鸭脖惊慌地说道道后面他说小贺只见小贺拿了个头说道贝总最后说大家都到了，我看时间也不早了，下午三点了，回家睡觉去了。啊！哇哦！想学作文？强！我和可乐被哥哥打，然后吐出来，背后又笑。哥哥问我吃东西吗？我说不吃，然后就找朋友玩了。刘爷爷住在翻斗大街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天是父亲节，刘爷爷的大哥刘爷爷的儿子分别从国外还有国贸大厦赶回来给刘爷爷过节。翻斗，等会这样漫长吗？他们六个都带了礼物，唯独长子丁启新没办。
啊，删了。然后就跟因为啊，唯独掌显到风尘心在哪位？啊，因为冯翔与父亲性格不合。不是，下面一个性格不合，就用了刘爷爷以前用过的七匹狼，转手再送回去当礼物。儿子马嘉祺就用了特别用心给刘爷爷买了一瓶可乐。三儿子张真源给刘爷爷买了两瓶子。四儿子就直接用喝水掩盖自己没带礼物这个事实。五儿子呢，直接送了个地球仪。六儿子呢，就送了个枕头，怕他一个人太孤单。就是刘爷爷就出发了南京嘛，对，因为我是站在一个邻居的一个角度啊。你又改什么呀？还能改啥呢？再改，扣分。嚣张。眼看小马偷喝可乐，小宋掩面喝水，小刘傻乐，小张偷吃东西，小严弱弱护碗，小贺与模特比美。听话吧，一下就拿出了粉色鸡皮狼，微笑着看着他。哦，这本是的。哇，完了，是吧？微笑着看。哇，淋漓尽致表现的。马先生拿着快乐水，看着丁先生拉拉面，看着宋先生喝水。这时刘先生说：“你们都不行，还得是吃鸭的张先生。”刘先生吓得连连后退，正好撞到贺先生和小红。小红，我给他起的名字。小红看着你，好恐怖啊！小红看着。马先生去魔法城堡解救公主，在半路上碰到了丁壮汉。马先生以微弱的优势取胜了。为什么一见面就要取胜呢？后来马先生去拜访宋巫师，宋巫师见到马先生喝了毒药，自尽了。有事儿吧？一来自己说死，把自己说死了。后来马先生没办法，去拜访刘都督。刚打完赤壁之战，为什么是赤壁之战来解释呢？就是我刚去拔完牙。是的。见到马先生，便让马先生去找张相公。张相公拿出鸭脖给严美郎。严美郎拿出饽饽，换了张相公的大饽饽。饽饽买饽饽，饽饽换饽饽，有事儿吗？出于无奈。马先生直接蹬鼻子上脸，闯入城堡，却发现公主被贺什么东西？魔头？哦，这是魔头呀！被贺魔头干嘛了？取了？哦，却发现公主被贺魔头取了？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确实，我非常悲伤。张震源这个挺简单，大家先把笔拿着就行。大家都想过河，马哥拿着可乐过河，丁哥拿着皮带过河，宋轩边喝水边过河，刘文文看着前面三个傻笑着过河，李傲娇拿着盆过河，贺跟他的好朋友抱着过河，小张蹲在河边吃着鸭脖说：“你看这群小傻瓜都穿着鞋过河。”过河不穿鞋，我穿啥？小溪边躺着。再见。